Dia kena abang lagi. Tak kuat dia. Dia dah dong hidup. Tengok dah. Tengok dah. Ada hal ini dah nanti om kiri dah dah nyam ni tu om mau masuk lagi dah. Ha.大家好，我是阿兔。很多养牛的人呢都苦于啊冬天没草，牛到底吃什么呢？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这边啊向大叔学习一下。你们看我身后呢，大叔的话就已经上好了一个岗棚，这上面呢全部都是那个稻谷的稻杆，你们看已经晒干了。这些牛呢非常喜欢吃这些稻杆啊，即使现在啊是冬天啊，很多地方都没有草了，但是的话这一坨的稻杆呢足使啊大叔十头牛顺利过冬了。现在呢大叔的话准备在这边的话又把剩余的稻杆呢放到这上面去，然后铺上一层那个啊水泥子，防止被雨淋湿。